那就开始弄呗。来吧。好，走。那我们就交给迪哥了。好，好，哪个是帐篷啊？你找。我来看哈，让我来独自挑战。我呢，在不同的节目上都是比较聪明的那种啊，所以我很难给到你们愚蠢的表现。还是我要演。想让我出丑是想，我觉得应该是万变不离其中，所以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把所有的杆子先穿好，再把那个正反面找好，铺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下杆子的纹路了，这样的话就好搭一点。我只能说我真的比他们的进步快一点，因为我很快就发现了玄机，哼哼，没难住我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个你们看出来以后有这个，你们看，长得不一样，长得不一样，为什么它有这种十字的交错啊？我不会中了你们的计吧？这先弄吧，弄完我再看。十字架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。迪哥，哎，我从这儿看你都瘦了。就是啊，晒的。我们第一天就是你这样的。Hello， 哎，刚才那个帐篷一共四根。对，那边是十根。怎么那么多啊？突然之间，这个就像我们做数学题一样，老师教的公式和卷子上的题是两码事儿。